Happy Place is Shopkins Toys in every McDonald's Happy Meal. Hello， 我们又来到麦当劳咯，请干爸拿出购物宝贝的玩具吧。所以它这个好像几乎每个都不一样哎，你看它是四号，饼干你的是四号吗？哎，也是四号，虽然是一样的玩具，可是它配的都不一样哦。我们请阿宝跟干干打开来。这家麦当劳很酷哎，你看还有一个电脑，电脑电动玩具。好，我们先看干干的啊，干干这到底是溜马蹄，好可爱哦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哦，阿宝抽的是小帐篷，露营帐篷，好可爱哦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神秘的，嗯，就是阿宝在那玩的，好可爱哦。好，我们请干宝打开吧。哦，那是什么呢？啊、哦，是小沙坑，好可爱哦。阿宝这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啊？哦是露营的那个 ，Mine is very 露营的那个床哎，然后可以放在里面哦，好可爱。然后阿甘的是公园的小沙坑，所以呢，这两组是 puppy patio 哦，好酷哦 ，puppy patio 哦，所以是狗狗系列哦，哈、嗯，对啊，狗狗系列的，哦，真的好可爱哦，所以真的好可爱哦，还蛮有创意的哈、哦。像这个佩佩猪就可以玩，佩佩猪或公主就可以在里面露营睡觉，然后还有配一个小床，还有沙坑可以玩，还有小溜滑梯，我觉得真的好可爱哦。OK， 我们就介绍到这，请干宝跟大家说拜拜。在吃苹果吃很开心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